还有什么珍贵的时刻我们依然会，哎，你们是什么样的机缘就和方锦龙老师能够对接上，还能给你们这么多支持呢？2015年的时候，我们参加了这个新华网主办的这个感动中国中国往事的一个十大人物，我们参与了这个十大人物的评选，那么我们也获得了十大人物之一。然后方老师正好呢，他是作为嘉宾来参与这样的一个事情。对，方老师也特别发来了一个视频，看看方老师怎么说的。来，大家好，我是国乐行者方锦龙。听说北京山水乐团做客天津卫视《幸福来敲门》节目，能被更多人认识，很为你们感到高兴。希望乐团能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我会永远支持你们。哇，哎呀，好感动！谢谢，感动啊！我没有想到，真的，有方老师这么支持我们、鼓励我们，感谢方老师对山水乐团的支持和帮助。我们呢也会一直走下去，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遇到什么样的挫折，但我们不会放弃，我们一路会把国乐、把民乐传承下去。